趁业绩整天都跑机场忙个不停，连鞋底磨凹了都没时间修理。这时候只要有一枚像这样的硬币，就能把心中的老旧鞋底拆下来，换上新的上去。这种可交换的鞋底是日本最新的一款商品。当看到鞋底露出内层的红色扣罩时，就差不多该换了。而新鞋底不需要任何的胶水就能牢牢的固定住，拆装容易，不但省时，还能省下修鞋的花费，一举两得。日本的 OL 多半会穿上这样的黑色套装和鞋子，只不过黑压压的一片看起来严肃又无趣，因此日本有厂商设计了这么一款闪亮的玻璃珠花，可以把它别在衣服上，也可以把它别在黑色的高跟鞋上，简单大方又能增添一点华丽感，很受到日本 OL 的青睐。这种玻璃珠花夹有五种不同的设计，一个要价2000块日币，折合台币大约是680块钱。外出の後に友達との集まりとかでやっぱり気分変えるのにこれがあるとすごい楽しいです。还有领带也是社会新鲜人必备的行头之一，重视外表的日本上班族为了希望自己的造型多点变化，经常一买就是一堆，这样一来还没赚到薪水，回报就要先大失血。日本现在就有一种造型领带，一条领带的里外层加起来竟然有4种不同的花色，只要换个面就有全新的风貌出现，让社会新鲜人只花小小的钱就能够满足爱美的欲望。